非常淑女的小洋装来到大家的面前，踏上这条温暖的红毯大道，就是要把他们所有的祝福都用他们手上的花瓣化作他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的心意来送给今天的新郎新娘哦。是不是再次邀请现场的所有好朋友们掌声送给我们最可爱的小花童呢？哦，我们小花童刚才彩排的时候啊，就非常亮。给爸爸一个深深的鞠躬来谢谢他，谢谢爸爸，也谢谢妈妈对老婆的养育之恩，请鞠躬，谢谢，谢谢爸爸，当然也谢谢妈妈，谢谢有你们，我今天呢才可以娶到这么美的老婆和妈。好，所以现在呢，老公已经表达完他的谢意了，现在就要换你了。你在这边要请你给爸爸跟妈妈一个这个世界上最深最温暖的拥抱，来谢谢他们好吗？抱抱爸爸，也抱抱妈妈，谢谢你们多年来的养育，辛苦了。未来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哟。在我们的小夫妻已经表达完他们的谢意之后呢，维宽，你手上的捧花是象征着你一辈子的幸福哦。现在呢，主持人就要请你把你一辈子的幸福交到老婆的手上喽。好。爸爸，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女婿把他一辈子的幸福都交到女儿的手上之后，你一定也会更放心把女儿交给他，对吗？所以现在呢，爸爸，请你牵起女儿的手，妈妈，请你牵起女婿的手，正式的把他们两个的手合而为一，正式的把。